宝贝。嗯，怎么啦？你多久没洗头了？啊，我头发要湿了吗？天气太热了啦！我去上趟厕所。啊我突然想到有一件事要告诉你。抱歉，我来晚了。你是？我去补个妆。妆？刚刚太阳有点大。啊，是你啊！刚怎么跟鬼一样？喂？一毛没出。感觉都不错吃哎，怎么了？啊，没事啊，我去一下洗手间。哦，我的妈，热死老娘了！这什么鬼天气呀？啊，热死我了！宝贝，来一下好不好？干嘛？好了，谢谢。泰森，你很贱哎，这名就有油，你还不用。他是故意一直跟在我后面的吗？他觉得我的裙子太短吗？天哪，他干嘛想偷拍我吧？小姐，把手借过一下吧，赶时间。宝贝，回来喽。宝贝，你回来了。你一直脚怎么晒成这样啊？哦，昨天去海边晒太阳，忘了擦防晒油啊。完了，夏天超容易流汗发臭的，我爸会发现吗？哎，我受不了了，好臭！别逼我，我两天没洗澡了。别逼逼逼！怎么这么早？夏天到了，要减肥。你怎么不胖好不好？拿这个。啊，好不好吃？好好吃哦。宝贝，我觉得你还是多做点运动啊。你上次不是这样说的？刚刚那个专案真是六六。